在秋季，由于天比前燥，所以不少人都出一些秋燥的，如鼻咽前燥、鼻前燥、前咳等一系列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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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儿茶不管是在哪季，都受到人的喜，也有不少的茶可以起到解泻的作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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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起到解泻的作用。那在秋季喝时茶更好呢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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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秋季喝时茶更好呢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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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雪梨蜂蜜茶，雪梨蜂蜜茶具有止咳祛痰、去火清肺的功效，在天前燥的秋季尤其合用，可以到外的滋脾胃和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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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据做法，雪梨切成小后生一起放入中，加水煮后用小火煮20分，加入量蜂蜜后即可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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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二耳冰糖茶，耳冰糖茶具有滋脾、充水分的作用，可解因天前燥而引起的脾缺水前燥，同可以增加脾的光感。据做法而用水泡30分后放入中，加水煮后再放入枸杞，再用小火煮30分即可。水煮后再放入枸杞，再用小火煮30分即可。水煮后再放入枸杞，再用小火煮30分即可。水煮后再放入枸杞。再用小火煮30分即可，水煮后再放入枸杞，再用小火煮30分即可。三白茶，白附而再搭配茶后用，具有清化痰的功效，可起到清肺化痰的作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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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清肺化痰的作用。且可解秋季前燥引起的肺和痰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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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据做法，白切片后煮成汁，再把茶用水泡5分，然后倒入汁中即可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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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倒入汁中即可用。菊花人参茶，人参中含有多生素和皂苷，具有人神系和提高抵抗力的功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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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高抵抗力的功效。菊花具有降火明目的功效，者搭配后成菊花人参茶后，或可起到解秋乏提神的作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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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解秋乏提神的作用。据做法，人参切成段后，菊花一起放入杯中，用水加后泡10分即可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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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后泡10分即可用。